要这样吗？真的很饿。范博友，你敢不在？哎呀，太可爱了！对呀、啊，哎，其实这个在戏里面看起来每一个人呢、啊，哎，尤其啊。偏脸好小，就巴掌脸，有没有看到、啊？真的是巴，虽然是圆圆的，这个比较大了，有没有？我一直觉得他那个脸就很像那种霸王，啊，有没有到霸王的地步？因为其实他们说我像贡丸，对，就是刚刚因为我身体比较瘦，所以说很像那个一个那个筷子，然后插对插了一个筷子插了一粒贡丸这样，对，很可爱。再来看一下，好不好？阿丁的是吧？哎呀，你这个戏我应该没有 NG 哎，你也会 NG 是少 NG 的习惯，你常常吧。好，来了，阿丁正奇，正奇片段。陈总，你要台湾哟？嗯。放手啊，我拄仔想要死。哎呦，躺两粒、啊。哎呦。人家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有没有？嗯、经常这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拍戏之下，留下的是永恒的回忆。真的，看一下雨洁的好不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魔戒封神榜》新春登场。我已经爱上你，叫我停下来。哎呦，你罗志祥好哎！一直在寻找能怎么的在下。哎呦，我。看一下雨洁的好不好？好好好好来来来。红林，阿娘了解。哎、欸，这红林，季老师，你要答应阿娘，你等于回阳娘了啊、哦，一定爱练静，处处爱修行。哦，火烟焰。嗯你的定格宋国牛有事吗有事吗我带起我带起这个傻眼的三个人古时候人也有留美的嘛，那个是想救。哎呦，太可爱了！你看，今天呢、啊，我们除了我们的表演呢、啊，看 NG 片段之外呢、啊嗯，我们还有非常精湛的一个内容，好吧？看艺人朋友来模仿一下，哦、你们就当我们的评审了、啊，好，好吧？来，请就坐，来来来来，好，热情给你们掌声，再鼓励一下。哇哇，真好哇！但是很难想象哦，我们要去演这种八点档的昂档戏，对，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其实时间花的非常的长，因为每天都在昂档。好，马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巨星的模仿了。哎呦，今天是也是分两组来做对抗，对不对？厉害哦，要平分的哦。那赢得过关的，我们这里有红包。哎呀，谢谢大家。大家都会以为啊，红包里面啊，历年来都是假的，对，好不好？我们今年也不要破例，因为这个我们奖金太厚了，对，所以不方便用这个，这个只是一个代表，好不好？象征象征，过关给红包，好。没有过关，我们今年就好好在现场羞辱羞辱他。好，第一位，罗志祥来了。See you.
今天飞哦哎哎来来来，罗志祥啊这个样子啊鸡仔，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你把那苦白命？是我的金大强，喂喂喂，多谢谢，来谢谢谢谢，现场播，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哎呀呀。小猪你好，跟观众朋友们 say hello 一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猪。那既然小猪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啊，我们真正要好好跟他了解一下，对不对？这个啊，有一些恋情不知道可不可以讲的，问一下，就问。听说你最近跟这个 Selina， 屁呀、啊、，Selina 是个屁啊！谢谢你们不了解，他说他最欣赏的就是 Selina 的屁。哦这样才感到和解，是是是，但是你们凭良讲，你们两个是没有在一起的。好，那一天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个女的接的，这你总该要承认。好，我听那个声音，一听就知道是萧淑慎。结果你是打郭士伦电话。哦，你跟郭士伦不熟吗？嗯，以前熟，现在不熟。是吗？就想知道话，郭士伦那个畜生、啊，他每次都想模仿你，你这个都不像。对呀、啊，对呀、啊。不过既然是小猪来，小猪啊，算是你们同门嘛。对，是是，算算算，和解和解，曾经是，早就和解了，早就和解了。但我说真的，小猪其实他非常用心、嗯。你看他今天，他其实还是除了表演精武门之外。可是小猪的头发哦，你是这边刘海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哦，变那个真的这样。不要洗，我连头发，哇，好美啊！想不到，想不到你们在。恭喜你，恭喜你！你这篇翻起来有点像酋长一样。干脆这样好了，既然是罗志祥来，那猪哥亮总要来一下。小猪那么会模仿，开始。诸葛亮的歌听笑，诸葛亮的歌听笑，我好讨厌。诸葛亮的歌听笑，哎呀，好讨人厌的屁股啊！那么诸葛亮很显然是不像。再来一个 Benny， 例行看看，预备，开始。哥，我和你一起。硬浪太强不过会被撞到地上，硬浪太强不过会被撞到地上，硬浪太强